如何看待叙利亚局势。跳过。我上线，我上线一分钟被杀两次了吗？第三个，呱呱可以再整一期黏黏糊糊的液体声音吗？超级喜欢，每天写作业都在单击循环，还有不到一年就要高考了。感谢呱呱的陪伴，一直支撑着我走下去，希望我可以考到上海，一定一定要去你的店里再一次啊！祝呱呱身体健健康康，每天快快乐乐，身心如意，平安喜乐。怪不好意思，加油加油，一定有机会的。我看一下，我记住你的 ID 了。哦，这个我见过，这个 ID， 我记住你的 ID 了。希望有机会可以。什么时候做一期专门逼逼叨叨的视频？好喜欢呱呱逼逼叨叨的声音。现在吧，我不知道，我准备，要么一个月之后，两个月之后，我们投一期全人声的视频。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忙着做道具，对，都没有做全人声的。屁了，现在不就是吗？我也认识女粉的真正发文，看到没有，我是有女粉的。我从大学开始看呱呱直播，看到研究生毕业了，那么多年了吗？那么多年，呱呱仿佛没有变一样，而且这个发量属实让土豆星人羡慕。有什么保持发量提高颜值的方法吗？小黄瓜我永远爱你呀。这个问题，来，今天正好跟大家回答一下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发量，我们凡尔赛一波。平时我直播把头发一半放在前面，还有一半放在后面，全部理出来的话，发量是，对，然后，对，这是我整个发量，看出问题了吗？听个声音，还没看出来，听声音就知道了。直播间经常小可爱跟我说，就是想听梳头发的声音，或是怎么样。我其实很少做，因为接下来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做梳头发的声音。我的头发很多，我们一家人头发都很多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如果合照的话，看起来就像疯狂原始人的那个海报。因为我是沙发，就是我是沙发。我的头发很毛躁，一般就是那种天生头发就是很毛躁的，这个硬度，对，硬度仿佛别人什么其他部位，比如腋下某硬度的这种头发。这个发质的人一般头发都挺多的，但是它并不好看。你们平时能看到的我，是我调好角度，然后找好，对，就是能掩盖掉自己缺点的各种各样的小心机啊，美颜、灯光都在里面，然后呈现出来一种好像。看起来还挺可爱挺不错的假象。实际上就像这就像我平时我看小红书啊，是不是有点底噪啊？我听一下。这种类
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能都四十多？下一个，兔死这个猫爸加多少钱？我发的图吗？第四张这个图，兔死这个猫爸加不要钱。下一个问题，今天在火车上有个男孩贼拉狠的要跟我换座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个是不是整活的？他说他想和他女朋友坐一起，我没同意，想问大家凭什么我就不能和他女朋友坐一起。下个问题，请提款放大器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。所以一般 UP 主录这种视频之前应该先把问题挑一遍，对不对？选一些合适的问题问，没有人按照顺序回答的吧。我感觉按照顺序回答这个视频根本就录不完啊。我先试试吧。下一个，如何证明每个大于二的偶数？其实就是我几个直升。
升机了。有机会坐个直升机，让你们看看最近练到什么功力。哇，我好能说。下一个问题，能讲故事吗？比如说夸夸的童年或者当 UP 主的一些趣事，那估计就成了单口相声。说得好到位，那估计就成了单口相声。下一个，店铺有那个没有？那个头发其实，我每次直播梳的那种头发都是，比如说这个角度，就只有这个角度能看。这里比如说凸出来一块，那里凸出来一块，都被我夹子夹在后脑勺了。实际生活当中根本梳不了。只有直播间能用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下一个，神装蛮王和神装健身单挑谁能赢？我感觉我 BGM 用的太优雅了吧？不是，我应该换个离谱点的，才配得上你们那么离谱的问题。下一个，关于现在
这是我怎么接触到这个，然后我怎么做直播。所以说我的直播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们说不让做这个，让我转型，我转不了，因为我是冲着这个，我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是我要做这个东西的直播。对，当然也是工作也需要赚钱，但是后面我自己慢慢跟自己说，如果说我做直播做的不是奥数魔人的话，那我就不做了，我情愿对做别的自己感兴趣的事。就说白了，人很贪，做什么都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，不愿意去将就。所以当中那段时间有一开始说不能做奥数魔人的时候，我还尝试着偷偷的用小声说话的方式，有时候轻轻的敲两下什么呀，再到后面小声说话都不让了，我就说我直播就只能听了，我不做了。有一天如果能再做，我一定回来。当中这段时间我就开店去了，开完店之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，是 B 站这边打给我的，说现在可以让我回来试试看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这样。下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回答的太细节了？应该每个问题都两三句话带过去。请啊，我假面悖论的问题啊，略过。他问不出什么好问题。请问呱呱什么时候在店里去几次都办不到？现在小姐姐说话就自言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现在这段时间的作息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每天有的时候如果忙起来的话，我一天去一次，但是我去一次是把账啊什么查一下，然后把所有物品什么清点一下，对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我每周有一天是我完完全全从上班到结束。是我来当前台的日子，每个礼拜有一天，基本上就是我休息的时候，所以我不直播休息的时候有挺大概率在店里的。但是我直播的日子，我哪怕去了，的确也挺难遇到的，因为去了我是在后面休息室里，对，做登记，也不是在前面坐着。所以这个他也没说错，的的确确是随缘的。也有我去查账弄整理东西整到一半，上次不就是吗，我在那边弄那个花，那天是连着几天没下雨，天气一下子热起来，那几天我忽然之间想起来，然后我跑到店里去浇花，穿的那个工装服，然后前面衣服上插着很多工具，剪花的小剪刀啊什么的，然后对，很邋遢，正好碰到 B 站来的小可爱，从我旁边走过去没认出，然后他一定以为我是打扫阿姨。下一个，你们除了店里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了？这个店里包呱呱没能让呱呱打骨折吧？有小礼物，过去的话你说你是 B 站过来的话，有小礼物可以拿。打骨，你为什么要我打骨折？下一个问题，001和003在制作工艺产品营销用户体验方面，001和00、哦、我懂了、哦、我没懂，不能懂，那你在说什么？看懂你的问题，对，我们只能跳到下一个了。
适合抽吧。本次毒品轮到此结束，好嘞。